啊，我变上路吗？你去上路啊！你打野实在太丑了。这我感觉，帮我拿伊瑞，这个应该可以。帮你拿伊瑞哦。啊、你要伊瑞利亚教训那个铁臂老张，哦！我觉得拿伊瑞应该对。帮你首选。好，要。反正我们可以摇摆。哦。看，你要不要玩 AD？你玩吧，你玩 AD。想去玩萨克。你别装萨克，还是你跟我下路，小五去打野。哈，抖音乌龟啊，开出来了吧？你可以萨克辅助啊。萨克辅助很好玩。这真的是安慰赛，这样也会安慰到大家吗？可以啦，吴主播，你的打野一定可以的吧？可以吧？好啦，我进瓜啦，我进瓜啦。你进瓜，进瓜。好强哦，金爪打的团战好强哦！玩这个都不玩 AD，有玩啊？不是啊，就啊小叶叶就台服三大 AD，浪一下。我看啊，金爪先出这个，先出这个，然后再出这个，然后再出这个，好完美。来打个 combo 啊！是戴安娜亚素，你会不会玩？哦，会，我亚速你戴安娜，还是我戴安娜你亚速？都行了，都行了。你亚速最近有练过？我亚素最近比较少玩，但应该跟之前差距不差大。不多吧，应该差不多哦，是。那听起来不错。应该是袂歹。哎呦，小鹿尼拉哦，哎，尼拉配猫超强。哎，要变成什么？尼好，选拉手，好塞选。克，来，根本没看对方玩谁。那帮我乱编。把你优良派的全部编掉，让你首选。嗯，这角色好不好玩啊？那角色很不好玩哦。他就是真不好玩啊。应该就是比较不好玩的萨米拉。如果你要爽，萨米拉可能比较爽。你中路阿里哦，没有，我随便让你这样。哎，雷克萨最近是不是又改强了？超多人在玩呢。有吗？也没有改强啊，就是很好带节奏啊。哦，你会玩啊？你螳螂改强了啦！螳螂孤立距离现在改那个，哎，就改超级近的，一丢丢就可以孤立了。哇，还针对你的打野边角哎。嗯。危险！你的皇子那是不得了哎、欸，我他要变古拉嘎斯哎、拉欸，露露，AP 狮子上路会 AP 狮子是不是？那不是我会的。阿伯利气矿没啊？AP 狮子啊！狮子是狮子。耶，你要 AD 的玩？角色好你少要玩露西恩哦？那我可以来。没我有这啊，样选的。我也不知道玩啥。你选啊，你选啊，你首抢啊。首选伊瑞啊，首选伊瑞啊，自信选你要选角。啊，可以其实摇我摆。真正的自信选啊。你想玩哪只啊？不可以摇摆哦。没有啊，直我接看选。你玩露西恩。交给你。我不知道玩什么哎，我看对面选。还是夜夜不想打 AD 了。我感觉都行吧，差不多。只是好玩的角色好像都不能玩嘞。
你都犯那些、啊？你可以造血啊！你可以造血啊！嗯，犯这个想玩就玩，很好玩。安慰赛感觉。嗯，那我们主播还是换一只吧。那我玩这个。唢呐，那一只配什么强啊？哎、欸，琴科斯被选走了。被按掉了。他配琴科斯很强。那我还有谁？还有大头佛。啊，其实想选谁就选谁啊，我们大概是卡利斯啊，跟我无所谓。我能需要，你们随便玩一手猫咪，厉害哦，可以哦。改版后我没玩过哎，它变怎样？全部没变啊，就是能力值全部砍烂了、啊。OK， 完全理解，就是一只破猫咪。他就是把所有的系数好像都砍了零点几吧。然后大绝不会给双防哦，他只要给 AD 60的双防。击伤也调低一点吧。哦，他大绝不会定身。哎、欸，换我选角。他大绝会补血，跟缓缩一样。对、啊、老鼠，老鼠没办法哦。哎、欸，老鼠好玩呢、欸。丢丢丢丢丢。嗯。丢丢丢丢丢丢。对面应该是金克斯啊，你再把他射烂。没问题啊。那走得到金克斯脸上吗？我猜。丢丢丢丢丢。老鼠还需要走脸上的。你说直接开大、哦。说不定开大射程都没有金克斯远。老鼠、啊、那是射爆啊！老鼠怎么点？致命节奏。嗯，致命节奏，然后右边饼干加那个召唤师 CD。哎、欸，继续边上路吧。边上路。哎、欸，爷爷，你隐形啊？我在你身上，会不会看见吗？不会。那、啊、你到底是要玩哪一只打野？我应该就这个啊，啊，不然你要哪个？还是扎克？爬爬超人？有没有 AD 爬爬人啊？哎、欸，丁一那个爬爬人怎么出的、啊？爬爬人有收割流的、欸。爬爬人收割流啊？还有核弹、啊？有没有 AD 的打野啊 ？AD 的打野啊，刚刚那只不就 AD 打野吗？啊、卡莉索也行啊。你会点天赋吗？我可以马上开始研究。他把你那个角色按了、啊、你骗到按掉、欸、你骗到了、欸、我也不知道、欸、他突然就按掉了，明明我也没玩过，那不是要拿来骗人的吗？嗯，我也把他看到了，丢丢丢。我看一下伊维利亚的局哦，他都五边上单了，来再首选。那这伊维利亚可能会给你、啊、哦，算了，你是手抢吗？你不是，你刚不是说你很有自信？哎，阿卡丽，怎么说？你要玩上路吗？玩上好，玩上。好好。然后先出这个潜行者之爪、妖梦鬼刀，然后。夜色原界，好，明白。没卡利斯哦，我帮你预了，然后你跳过去把秒吧。完全没问题啦。我现在看杰克螳螂。杰克螳螂哦，哎、欸，哪个 skin 好看啊？机、嗯、甲战士。他把牛血的那个。致命血莲哦。对，我这把好像应该玩卡特哎、欸啊，来不及了。我看一下人家卡莉斯主 Q 啊，哇，哎、欸，尤里亚，哎、欸，阿卡莉上路、欸，我打不赢阿卡莉，你打不赢阿卡莉啊？要是他是阿，辛德拉上路吧，我尤里亚中路，我打林杰，我辛德拉上路啊，我你会我算了吧，算了，我还是玩这哈，不是你们就直接交换，直接交换路不就好了？那还是你会啊？那你往中走啊？可以啊，啊，你往中走，你往中走，我去上路。哦，你不想打、啊？对、欸、对，你一定要上来啊！你不上来，我会死哦。那我就下刷上啊。好好那我带个电缆。他们一定不知道我们两个换路了。他这样边角，他还会不知道。他们听到了。他怎么可能？他，你又没有玩加文，他跟我边。不是你们就先站到那个点草那里，然后看他们在哪边，然后你们再分开。自己看阿卡丽，
自己挑自己要打的路。阿卡丽还是大师哎、欸，你完蛋了、啊，丁毅。不知道我是中路啊，我打劫啊。他跑去对劫了，他跑去对劫了。那也是完蛋了。放心啊。为什么他们有排位啊？顶我一下。我看能停哪路就停哪路啊！我这只是自私流的，我自己要飞啊！你自私流六摊全刷是不是？我疯狂 gank 啊！你六摊全刷自私流卡莉丝啊！我要疯狂 gank 啊！那也不是自私流啊！人头我全都要拿，我看啊！那你来来，你来人头全部给你，只要杀到你来人头全部给你，没问题。我看到哪路有人头，我就飞过去。好。先出红色的，然后直冲鞋子，好，明白。那鞋子竟然还出铁鞋？你可以直冲鞋子吗？你不是点免费鞋吗？哦，哎，我点免费鞋。哦，我可以先把配件买好啊。嗯，好、哦。可能你第一趟回家已经是十二分钟的事情了。哎、欸，猫咪现在不会补血哦，小爷爷。啊？我一路在干嘛？那他在干嘛？他可以减盾啊，补血变盾。他那个技能打人还是可以给补血的。他你要普攻他才会补血啊？啊，普攻或技能吧，我记得。要去中路帮你丢丢丢吗？你帮他丢丢丢一下。嗯，没问题、啊。对，这老张，老张，处理这老张。哎哎哎，猫咪还可以赚点钱，猫咪记得下次赚钱、欸。我要是丢丢丢了。猫咪准备赚钱喽！老张听到啦。没事没事，有赚。20块算多吗？20块大于零，有道理。装备没有好啊。嗯，那肯定有赚啊。还赚到血量啊！这伊瑞利亚还能输线，基本上没救啊。赚到血量吗？那应该就蛮强吧。我已经帮中路打优势了，我已经帮中路打优势。你们要不要直接上线啊？这把已经助中了吗？有，他掉70滴，很多哎。猫咪老鼠割一下。我也没跟辛朵拉打过上路，可能要问一下小虎。给他一下。我现在这个 Q 好像不太好。有，他带物防，其实那个人其实带物防。哦，他这么聪明啊！真的，阿卡丽也带物防。好、yeah! 哦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爸来喽，三级准备 gank 喽，准备 gank。看哪路有机会，我就要 gank 啦。还是你要进去跟格雷夫单挑？我直接跑上也可以啊。要不然你放个眼，帮我找格雷夫。你知道他在哪吗？他知道他在哪吗？我上路算有机会吗？不知道你一个人可以打半条血。那我把这边刷完可以啊。阿卡丽是还没放过眼。咦，不到他。必杀一次刷两摊。你要 A 他，你跟我讲，我往前给你 A 一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他没烟雾弹，没意了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他也没。他是不是放眼了、啊？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没有。他听到了。格雷夫在中哎。他听到了。哇，他退超级远哎、欸。我去中路尾刀一下。一打二局、欸。二。哎、欸，他们都听到嘞、欸，好爽！他们都听到了吗？这个也听到了。格雷夫没闪，我帮你解兵线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动这波线嘞、欸！你不要！他没 TP 啦。那就只在吃一波，我还是没得吃、欸。我死了。是哦，你等等回来会压他血。哦哦哦！哎、欸，他都要闪了。下路崩啊！你就继续假情报，
你就继续假情报。我说葛雷夫没闪，你怎么听的？好，要假情报啊，摩擦。我怎么去帮？我去帮爷爷。我去帮爷爷。杰神2000哦。是还好啦，你是扛着他没有错啊，但下路出事啦，慢慢玩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丢不起来了，小心小心卡迪斯，丢不起来了，丢不起来了。嗯，这个中路超超怪的，超怪，你来中路中超怪。他跟我说都没闪，然后我过去，我说葛雷夫没闪，来掉。BOD 吧 ，BOD 几分几秒？很奇怪，哎、我打感觉要开庭了，感觉要开庭。我等你去查。为什么吃冰只有一块钱啊？你一直吃第一的冰啊？谁叫你没做事就想来收税？我可是疯狂乱杀。来，你中路逼他那个影子，我就杀他。中路不见，我。往下靠的，他是往下靠。哎、他是抓卡利斯，哎、他把影子用了，杀他！那杀他，他不是在送吗？就在送的，好像是一个螳螂。卡利斯，卡利斯还有闪。卡利斯刚刚就是想用闪秀他，就被那个中路骗了。那中路吗？我就说葛雷夫没闪了。又要 recall 了啊！不管了，我要再刷一摊了。200。哎，葛雷夫刷到我啦！你不是要再刷一摊吗？他怎么刷你啊？不是啊，这他怎么在这啊？他是不是又知道你在哪里啊？中路一滴回城。他完全知道我在哪里，很奇怪。楼上好像还跟野。他在你右边哦。没事，他在中路回的，然后他在跟我讲话啊。嗯，你不知道、上路哦，他在上路右边哦，他在中路的左边哦，他在吃、那個。你还说上，你还说上半部好了，我肯定会飞走嘛，不能控。他在吃那个究极啊，被改过了是不是？对，他到底在那个究极多久啊？他待了快一分钟。而且他吃完究极啊，就去吃河蟹哦，然后刷回家哦。会不会打起来？你不是说在究极要吃六鸟？他刷河蟹，然后就一路刷上去啊！嗯，所以现在丢不到人了。我到了，上啊！不能转弯了。那猫咪可以干嘛？你干嘛啦？你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赶快解兵线啦！我要经验值啊！你有红 buff 跟石头，你有红 buff 啊！快点啦！你赶快啊！我要经验值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，有土匪啊！快躲啊！平常打中路也是这样。他想揪我炮车哎、欸！我平常打中路打野也是长这样。不是打野一定要匪啊！打野就是被单杀，然后就来吃中路的兼职。打野不匪，那是中路害的，肯定要来拿一下。是吗？中野就是一体的，我死了一定跟中路有关系啊！我来下路了。哎，好像一直在害，危险！他为什么这样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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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都不会没魔啊？这个谁？菜牙。气定神闲。就跟你说，菜牙现在 Q 一 Q 一很好玩，很快哦。这个人可能要去找你喽，嘎抓。还是他来找我、啊？没有，他往下靠，我感觉他开启他的第三只眼。妈，他又看到我了。我不太确定，我有点怕。葛雷夫在下半，中路两招，中路两招。我给他们下路压力啊，这里有眼的，看你们什么时候扫一下。扫不了了，这辈子都扫不了。啊，你老鼠会出装吧？哇，两滴！哎、上路一招都没有了，两滴。没问题，我一进化就过来处理。你这把不是自私流、收割流？卡利斯吗？我要上去收割了。哇，两滴。Q 已进化。好。
他会帮你看上和血、哦。回回一下。都在笑。现在你能吃鱼是什么？完全没有问题。吃完之后开吃。完全。他们上路要回家。但没状态。亚路冰冰蹦蹦了。你们冰冰蹦蹦了。真来救你们了。冰冰蹦蹦了。冰冰蹦蹦。我会带预设者来救你们的。好猫咪是真的很烂欸。那个 Cube 的套人要怎么玩？而且伤害很低哦，不是之前是伤害很高哦，所以没差。他是 Q 会自己飞走，因为 Q 不知道他会飞走。他是 Q 可以控制一阵子之后，然后就会飞走，然后就会加速往前抓。来撞哪路？撞下路吧。别！我怕被撞的是我们。投资定义吧。投资定义吗？那来喽！上路也不好打，除非你可以跟我直接杀阿卡丽。要杀阿卡丽啊、哦！我可以把阿卡丽打一半。不然我现在先找到那个农夫在哪里啊？我直接跟他打架。打得过他吗？他杀不死我、啊。好，看能不能找到他。有位、欸、拧到他嘞。他要直直的走，才有办法。我都不见了。他没放眼，然后没有闪，太大。OK。如果你直接出来，就是我们点塔而已。你这样见可了。我直接吓吓他。你这样问就很失礼。是啊，他那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啊。我就觉得这里，我可以卡他位置。我没到。我直接投资你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我会杀，我会杀你。我会帮你啊。哎、欸，杰没闪呢。我靠，三打三哦，这波三打三哦。哎、欸，卡位哦。我卡位，他绕回去了。哎、欸，车装啊。我断他 recall 啊。哎、欸，我也在，我也在，我也在。杰被他没闪，你可以点个一两层。小心啊，双人线。哎、欸、哎，应该不会去。不行，我要转个塔。截在这里，截在这里，截半血左右。重疾不能回血啊！这哭啊！重疾不能回血啊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们远古，远古时期的。你不要看他重一下，你也重一下好不好？我想说，我重疾回一口，他完蛋了。哇！弟，快走啊！他要 R 了。你去做多少伤卡？上不去啦，有鞋子啦，杀他！你有 R 哎，不要啊你！好，交给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没事啦，那个夜夜，你把 table 打开，其实我们也不是很难过的。其实我还是过得挺好的。啊、哦，其实我们还是挺好的。他扮演了我身体的那个黑色冲动。嗯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把你补超再把你干掉哎、欸，我帮他补超再把他干掉啊，哦是这样、啊，应该是有钱、欸，你有双招都有，还是等等你滴滴滴有大的，然后我按，哦他不打不赢打不赢，他已经有一件装了，哦我看一下副 W， 还是你招这里我去抽这一波，好危险啊，等一下。哇，上塔差一星就可以再拿170块。你再拼一下。我打不过他，我被 counter。我是让他第一波很爽。等等过来处理啊。我已经大量投资中路了。啊、嗯？我也觉得。你这场再不行，你的投资，你以后很难拿到中路的位置。跟你投资对面姐，我还要打赢他。哎、欸，丁一，我往中走，我往中走。好、哦。他很怕、啊。你有觉得点他塔吗？有难，但他超怂。好晕。他也有看到我啊，农夫在这。我有，有塞。我盯着农夫啊。
天塔，明天塔，我走。嗯，我等等应该可以点一下。眼睛清一清，格雷夫在中，我来杀下路喽。老鼠进了屌闪嘞。老鼠找不了伤啊！哇哇，我帮你解答他。我疯狂普攻，这个血量。对啦，我们好像早该联动了。嗯，我就不该理那螳螂鬼了。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。我们两个三十秒杀三个人。哎，等等，我回到，等等，我回到，他们两个都。没有没有。不用问，不用问，螳螂问就是哇哦，无情。啊酷啊！这样，老鼠要单向吗？你要去单向吗？老鼠只能待一下丢丢丢了。猫咪，你还是去找米米吧。不是他，我不行了。他跟别人没有用啊，他要跟吃。不是猫咪现在只能跟着 AD 啊。真的假的？他猫咪现在被绑定，只能跟一个人啊。也没大。白痴设定啊！咦，我不刚投资你吗？我刚刚在看下路，那怎么办？那这样怎么插野？我就被截上了，哭啊！你就找机会去偷偷插野。我可是整把都投资你哎。嗯，猫咪这样要不要直接砍掉算了？这样怎么？应该还行。猫咪原本刚改这样的时候很强哦。是啊，我要去下吗？还是他本来可以让 AD 打久了，然后后来又被砍。我来下，我对接。救命啊！我来吃蓝了，你不会要吃蓝？你拿，你拿，我现在超肥。你现在超肥啊？好啊。有眼呢，是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现在也很肥。哎，这 Q 也太痛了吧！你小心打卡莉，你不一定打过他。他是不是？他没有一件大装啊。到处都是眼啊！对面中双人线很强哎、欸，很强很强。我可以点下塔，我觉得可以卡一下他们啊！要打起来。我在你后面啊，杰杰，我在你后面，我在你后面。看一下中控吧。你要开吗？杰杰下，杰杰下。阿班，你先开啊！我看一下他们双人线去哪里。这里中。走过来就打不赢喽、哦。没事，我可以卡，我可以卡双线，我可以卡双线。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格雷会，阿卡丽来抓我嘞！你会怕他？格雷不半血了，格雷不半血了。往中靠！我会比这姐还快。你有交代吗？双人线，双人还没。走，不能捡，捡不了。我去捡吗？你来，我再靠，我再靠。捡吗？我敢！小五，你们跑！不一定，格雷不一定没中弓。不要！我来啦！可以看一下，两秒推啊！我走上来了，追！老鼠丢！哇，还要再丢！好像又需要我了。猫咪，我在这。阿卡丽是鬼。阿卡丽没招了，格雷夫没招了，我疯狂普攻，根本不用脑。耶、yeah. 嗯，阿卡丽没招了，还好有投资你啊。好像你找到归属嘞，小五，这就是你的归属。不是拍在他身上会没有效果，那你就整把在他身上嘛，打到40分钟可能就有效果。他那个技能的能力会消失哦，要打到40分钟。哦，你说我后面人头后面有一个老鼠的形状。对啊，你现在是老鼠的形状啊，那个你只能你只能跟着老鼠才有那些额外技能啊。那我只能说你跟着我你是要苦一辈子了。你等夜夜两剑就不一样了。不知道两剑要多久，感觉要30分钟。哎、欸，他看你刺客没有、欸？哇，他那是你看刺客没有啊 ？AD 怎么会怕刺客、啊？不是他这个有点痛。还是换人啊！毕竟换族人也是需要点适应。都严啊！不是，你得等那个丁义再吃119只兵才行呢、啊。啊，这么多、哦！快叫我！哦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是哟。
逆转。有了，八龙。我没办法给你幸福啊，小五。你看你吐血了。老鼠快肥了啦，两件套老鼠。你要保护我。我遇到阿塔利，我一定会死哦。来啦，我在你旁边啊。他只要 R 上来的那个瞬间，我就死了。他只要 R 上来那个瞬间，我就跳出来杀他。那你去插野。那你边吃石头边靠。再来一根吧。我被打会叫一下。他看到你。他看到我，那他肯定不敢。我们能推塔吗？哎，你预示者刚刚捡到啊？我已经放上路了。啊，你放上路啊？没错。哎、欸，来了，杰梅森，我长翅膀了，我可以那个可以不打？打不打？不，给你一对翅膀。会啊会啊，你没有看过那个影片是不是？不是，你那个是抖音弹好吧？那个也没闪，也没大，那个很帅哦。点塔吧，点塔吧，我们可以点塔吧。别回城，我可以点他的羽毛很痛欸，他羽毛有带刺欸，很痛。菜啊，就是很强。嗯，菜啊，现在就是猛啊。这里有眼哦。拍啊拍啊拍啊！有红眼哦。哎、欸，我也想秀他前面。哇靠！跳跳忍者来了，跳忍者来了，小心。哎、欸，龙要出来。分一下，我们需要两个箭头啊，丁义。OK。你 hold 一下，我往龙靠哈。这个龙是要给是？这个龙你们这么远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其实也全部都在上路了。哎、欸，你们放这个草啊？我没扫眼啊。那姐又没到了。他们好像有眼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先帮换车，我要回去。我是不断的在吃野怪啊。你早点吃过。你应该是你的96这边。五零号线哦，中路一直抢啊，中路一直偷刷。对不起，我怎么抢过你啊？丁义，你不要再出防了，你最后一定是会去对阿卡伊哦。放心，我出第三件是什么、啊？你第三件飓风剑啊？飓风或无尽啊，都行。这边怎么一只蝴蝶在这里啊？丁义推下，这、那个好像是只有你在点塔，我的 skin 吗？你就推，我在，我在 cover 你们。在这里你可以过来吗？我能到。他这样火箭喷我一下也爽，他没火箭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被眼看到了、哦。没事。就让丁义点塔，你就点，我在旁边看。在中间放根眼。这边你要不要吃他们九级啊？我可以。放太早了。cover 一下中路。我们有格子，可以购买龙眼。没错，你们就要吃一下野怪吧。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不是哦，我把家里拍一拍哦，我在找那个农夫哦。这是你家里，这个。这个眼灯。就点啊！我们根本不用怕他。啊！全部人都在猜。全都在猜。我是把他放在眼里哦。到了，到了！哎呦，哎，耶，400块！我把其他人都卡住了。你不在吃九级吗？哪有？我刚刚先砍的人在吃九级的。哎、欸，我要杀这个。杀！可以。我会帮你。你要不要去找别人？我不行了。走吧。溜喽！我有开大吗？奇怪，我这大嘴怎么没什么特效的感觉？不要再特效！不要再特效！我在测试我的大嘴有没有开啊？好奇怪啊，没有，不是没大，迷离没大，好像没有射人的感觉。推中吧，还是你们要回家了？我 recall 我以前你那个装备很难有在射人的感觉。我是没开特效。来追我喽！怎么感觉我在射空气？对，哇，他没闪，对他没闪，没狂风，没大姐了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对面可能要逼八龙了，这样。好，对，交给我守护了，我两件了。我们打野那个 CS 激起直追，刚好肯定了。要不要丢他一下？完全就追上来了，他又推我，哭啊！
哇，你很痛哎、欸，其实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巴龙哎、欸，怎么说？巴龙吗？完全没问题啊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可能后面重伤，带他回家。吃巴龙啊！走啊，走啊！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对对对，不要吃，吃啊，吃啊！不是你们先到，本我。我哭一下。不累被开哦。人在这里啊，你哭在那里好像没什么用。他哭、啊。哎、欸，他照了，他照那个，他影子用掉了，结残血喽。啊，你大绝好像用掉了。AD 一 D 米六 AD， 不是我们真的有在吃饭吗？有有，现在在点人，现在在点人。吃吧，吃吧，还是你换车，你换车，你换车，吃啊，吃吧，还是不吃吗？吃啊，吃啊，不是吃啊，赶快啊，能扛的赶快来扛啊，我又扛不住暴龙。不是啊，第一。快点！我听不见了，来救你了！哇，你什么状况啊？小五来救你的、啊！好啊，丁义带着钱去送。我疯了！哇，我们这波纯杀人啊！快点啊！要不要吃啊？吃的吃的。啊，第一波什么状况、啊？老方疯了，我说我疯了。这螳螂不是弄得很爽吗？啊，你别去吃六娘！不是，丁义不吃，我根本就扛不住八龙哦。丁义不吃啊！你一定行的，你那个有多人打八龙的话，你会减伤。不是，只有你是惨哦，我被喷两下就剩这样了。哎，完了完了！要喷重击吗？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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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 Q 掉重击！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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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敢下来啊！射死你！偷到偷到射死他！漂亮啊！你就这样射他！哇！我的！哎、欸！哇！哎、欸，这样不妙哎、欸！加送一只猫咪！哎、欸，龙魂哦，龙魂哦！龙魂，随便吧，青菜啦！啊！我怎么射人那么痒啊？我要过来抬狼啊！再过来，再过来！我会到，我会到，姐妹大。好啊好啊，他杀完老鼠可能又有大了，我也不太确定。嗯，他现在大绝大概是四五十秒一个吧。我这场变上一场的凯隐了。来，还是我跟你，还是你要吃龙？吃龙啊，吃龙啊！你吃龙啊，不然干嘛？我去抓杰。他好像又要苦东西了。操你妈！一直起他心呢、欸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打野 get。哇哇哇！可以啊。可以啊，直接把对面打野宰了，多一打卡利啊！夜夜等我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你已经快有用了，老鼠，你再一见。快有用了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了。哎，卡利这个大招现在还降不降伤啊？早就不降了，都多久了？没有降85%了，有85%那么多。当初可能有攻速，有没有感觉？好像难顶呢。我这个借款好像已经借很多钱了。那、啊、你会还啊？他每借一次要50块。对啊，没事，你那个千发制人也有在赚、啊、你放心。好像整体我快受不了啦，我要去射一波了。射啊射啊射啊！来啊来啊！你要射就射那个辅助、啊，你射辅助应该是很痛的。好，截在这里，截在这里，截在这里。完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有金身，我有金身，他们不会开我的。我来秀了啦！我看我看我晕到姐，晕到姐，晕到姐，叠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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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呀，螳螂人在跳，哇哇，跳这边了。OK， 哎，别躺了，别躺了，竟然没有砍到阿卡丽，哭啊！跳错边了，老哥！没跳错边了，他一走啦！哎、哦欸，好运，好运，好运！哇！那是什么角色？哇，他怎么会飞？你打他，你打他，你打他！你不会输老鼠，老鼠 A 他！我要 A 后面这一只啊！碎了，都干！哎呦，老鼠有用喽！有喽！哎、欸、是，我还要再偷一个人。哎、欸，算了，有姐，拜拜。
吉吉，你要回家吗？要，我要。求求他们放过我。哎呦！哎呦！我。啊！哎呦，一万场，难道有用吗？哎，还不是前面我有养你，龙西你走开了，你不要提到我吗？要不是前面我帮你 gank 那么多次，是吗？你说正在中路跟我一起吃这边吗？那个是 cover 你啊，他把你推下。那第四件是什么？中野就是要一起行动，有道理。你第四件了，叫我第四件。你无尽还没出哎、欸，啊，无尽啊。我也想要去参加一下 party， 来喽。丢丢丢丢丢丢丢。Party 已经准备开始了。嗯，红烧。Nice. 哇哦，泡沫啊！我要死了！派对！哦！阿里森不记得这边，看到没有？丁毅，这才是会玩的刺客啊！你说 KDA 至少一级啊？那确实。他也蛮会玩的，不是这阿卡丽的吗？丢丢丢丢丢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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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鼠！Oh my god！ 然后在拉扯那个 ADA 至少有一啊 ，ADA 至少有一。冷静点嘛！哎，丁毅拆塔，别再起伤害了。啊，好了，他进了呀，丁毅赶紧的。哎，主导啊，上一场就是你不 A。我碰不到主吗？好危险！他没打，没打，没打，没打。阿卡丽这什么接技啊？闪现 Q 哎、欸！他没按一啊？没有，他闪现 Q 烟雾弹。哎、欸，好痛哎、欸！好痛，好痛！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还能操作吗？受伤，不行。有我在，有我在。好好，那是不是还能打？没错。啊，刚跳起来。顶不住了。哎、欸，后面阿卡丽、欸，他吃到。料理鼠王来喽！哎、欸，你可能要死了吗？没有，啊！没事，杰克螳螂来了。哎、欸，玛丽是收割局、欸，是你的局、欸。哇！我的爸爸爸爸！哇！对，收割局。哎、欸，啊，我 Q 什么东西？欸、啊，图啊，我 Q 嘞！哇！不是，我的 Q 嘞！啊！怎么中枪了？我现场变身。杰克螳螂，故意的。你好像是 ambition 哎，我 ambition 上升了。还有谁？怎么不能打你？我变身怎么变那么久啊？杰克老鼠来了。A 珠宝了 ，A 珠宝了，死不了啊！杰没招啊，杰招不了。我死了。你跟他拼了、啊？我拼不赢啊！你怎么不相信自己啊？啊，我被偷了。他怎么不相信你啊？没有没有，按那个一定狙了。我没问题。那、啊、你怎么可能打出姐？开心。那个是米米说的哦。说什么？他说 AD 不可能打出刺客。那、啊、你刚刚是不是打出菜啊？你看这个老鼠，所以我才会叫这个老鼠上去跟他打。哎、欸，这东西你的吗？这肯定。哎，你干嘛？我操！真的假的呀，老哥？哎、欸，你不要想偷菜，你一定要杀人哎、欸。偷拍！呜！
对对，可以吧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姐姐，葛雷夫，葛雷夫没弹，老美更攻了，还没弹没弹。有话，螳螂有话。呜呼！狙了狙了狙了！哎，怎么样？等我的螳螂有那味道吧？你还要洗温泉喽、哦？没有啊，是丁义要洗啊，我配合他。好可怜哦，丁义。哈哈，他都冲进去了。真的没有什么水准哎、欸，身为一个实况主，洗温泉。你身为一个打野，在抽上我的兵呢？你看我输出嘛，你看我输出嘛，看我杀人嘛，你看我这个刺客杀人，你看你死亡数，死亡数也没到很高，说真的，他死亡数离你也是有点距离啊。嗯，还好，我才十五死而已啊，差五十。你上一场那 KDA， 不多说了，不上场中路不行。卡萨丁没有 cover 到你。我 cover 到卡萨丁了。对，你都投资我，你都投资我。你下次玩打野要来中路帮忙吃兼职推荐啊，你要记得。OK， 他、啊、要 Q 炮车吗？嗯，我不知道哎，他有 Q 炮车吗？你这个螳螂有？不可能。嗯。我从来不吃炮车，不是，我就帮你解了那个线，你那个线那么烂，我还帮你解线，人真好哎、欸！我刚刚那个是职业级的理解。阿四有没有看 VOD？ 那波到底是两个人都没闪，还是格雷夫没闪？那个怪的、不用多说了，那个中路在搞，你都不必去查，不必去查，反正他把我害死。OK。OK， 哎，这样就打完了，没错，打完了，我们要准备去挖洞了。玩得很开心，今天玩得很开心， okay、玩得很开心，挖洞去喽。好啦，谢谢各位啦，再见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我的辅助老鼠玩得不错吧？老鼠赞啦，赞。来挖洞，进洞。对，我明就说葛雷夫没闪的。你现在是在说我听不懂是不是？忘去查嘞，还敢去查？那、啊、等一下干嘛？要挖洞啊！你说挖洞啊？挖洞啊！今天我觉得可以把它挖完的、欸。好啊。